妈妈认为她讲的对就是对，别人讲的话都是她讲的都对，所以我很痛苦，从小就被打，打到大。所以爸爸杀妈妈，你是支持的？会有这么危险跟黑暗吗？我是，我在暗爽，我是支持的。那这个就是这个道德在舞台上啊，是惊天动地的，因为它颠覆了孝道。你会在你五十多岁这一年，或四十多岁这一年？决定这个控诉吗？会的。然后被全国转播这部戏，放到每个家庭的频道。没有错。对。我觉得我很痛苦。我今天会这样子，就是从小妈妈用打骂教育，所以让我很自卑，不敢做自己。我今天婚姻不幸福，我今天不能做自己，我觉得我是个活死人。你知道妈妈病很久了吗？她活该。他后来已经很痛了，非常痛。对，我又不死，所以我很矛盾。我想要杀了他，结果爸爸杀了他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高兴了！我从今以后可以自己。做我自己了，我的心中再也没有，再也不用怕妈妈了。那之前呢？妈妈还没死之前，你为什么不能离开她？你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吗？我怕她生气，我一直想要做乖孩子。结果我发觉越来越不像自己了。我觉得他讲的，他都跟人家吵架，我很生气，我不喜欢。我觉得他干嘛？他怎么跟每一个人都不能好好相处？他错我对吗？那我现在觉得是说，他对，很矛盾吧，很矛盾吧。那爸爸，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？爸爸是个好爸爸，可是他没有养育我。他跟妈妈的感情是假的，他为了要维系这个家庭。他也不敢离婚。他到底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他自己，他的懦弱呢？我想就是大家都是活死人，所以我现在。我在规划里找到一片区域，我在我努力工作中，清洁工里面找到我的一片天。我今天在擦公车的时候，一整排的公车都好亮，我流下了我的眼泪。圆圆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怎么那么棒呢？把公车擦得那么干净呢？这就是我的心声。
把这一段整理好，然后到时候变成一个独白。可是你要记得，你是不是云图？你后来讲云图出来，你要讲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有矛盾啊？因为我在讲到说我前面是我妈妈、我爸爸，所以后面我又觉得说我爱他。就是这一段，因为只是帮你去想，我们问的这些问题只是帮你去想建立这个角色。那你回去就把你今天讲这一段再整理一下。可是你要记得云图哦。哦，是。对。你刚说云图。